周第二场人气歌手粉丝见面会于8月5号晚在上海举行，转音小王子郭一凡、天籁女声曾妍、型男组合风云座、火山鹰简红都悉数到场。我想依赖依赖你心中只剩下 Just a friend。 新闻在线，上海采访报道。